喂，大家好，我是 Mix， 今天要跟大家理一个 SS18 Subang Jaya 的一个印度的麻麻最新的一个纳斯根达，真的很靓，环境很靓。其实呢，为什么今晚我会来这里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印度的朋友专门要推介我来这里试一下，吃一下这里的印度餐。其实印度餐我们都吃到很多啦，有什么很特别呢？既然佢咁誠意嘅話，要求我一齊嚟，咁點都要俾翻啲面係嘛？咁樣咧，其實我嚟到依個地方咧，真係唔錯，環境好幽靜，好靚，好乾淨，值得嚟推介。其實咧，我發覺到依個新嘅夏之家嘅麥麥檔咧，喺夜晚嗰度咧，有好多嘅華人嚟依度幫襯去食，但我睇到依度咧，佢嘅好多嘅菜餸啦嗱。有咩啦？有雞啦，有魚啦，有羊肉啦，有牛肉啦，仲有好多嘅菜啦，仲有蝦啦，仲有海鮮啦，仲有蟹啦。哇！你睇到冇？真係多姿多彩啊，好多樣化嘅一種嘅麥麥檔。其實咧，我咧就係冇咩中意食嗰啲太過油膩嘅嘢，只不過咧，既然來不來咧，試下都幾好下嘅。唔係話都對唔住自己嘅，對住自己係嘛？SS18嘅麥麥叫卡迪扎麥麥，幾靚下噶，新開嘅冇幾耐，應該大概都有成半年時間啦。如果我冇講錯嘅話，其實都幾唔錯下嘅，環境幾乾淨，好舒服啊，好多人，好涼爽。地方又好大，其實依度好方便嘅，就係近住 SS18 嗰個 LRT 站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Maxwell， 睇到嘛？依個係咩嘢冇？係咪瓦煲雞飯？係啊，不過依個唔係我哋嘅唐人嘅瓦煲雞飯，依個咧係印度人嘅瓦煲雞飯啦。依個名咧就係喺第一個叫做 Sati Suru Ayam， 即係。咩啊？瓦煲雞飯啦，即係印度瓦煲雞飯啦。依個咧就係喺蘇邦 SS18 嗰度啦。好啦，我都係第一次食嘅，我一個印度嘅朋友介紹我嚟呢度食嘅。好唔好食我未知道啦。How I'm supposed to eat? Stir. Yeah. Just a spoon by spoon. Okay. Stir everything. Okay. 佢家人叫我全部撈埋一齊。全部撈啊！啊 ，OK， 好。如果你睇下，佢嘅側邊嗰度咧，有好多嗰啲葱頭啦，嗰個青瓜啦，仲有依個係佢嘅辛巴，依個辛巴辣椒睇到冇？chili 黑色嘅，我第一次睇嘅，真係未食過，唔知點樣嘅味道咧。開餐先 ，OK， 係過去啊 ，friend。Hey, thank you for introducing me this. I never eaten a Indian clay pot chicken rice. 佢哋擠咗好多咖喱，好多咖喱粉，好的。好啦，既然係第一次食啊依個印度嘅瓦煲雞飯咧，其實咧我哋係唔可以攞我哋嘅一般上我哋。唐人的瓦煲雞飯來做比較，因為印度人的瓦煲雞飯始終和我們的華人的煮法它的烹飪它的材料很大的分別，只不過我們就一定要接受新的挑戰嘛，這樣印度人都可以吃我們的東西，那我們都可以嘗試一下吃一下他們的瓦煲雞飯。如果你是不喜歡咖喱味重的，可能這個沒什麼適合你。其實呢，我當我吃過第一啖的時候我都覺得它的咖喱味、咖喱粉和那個黃姜粉，如果我沒說錯是特別重一點，所以呢是需要些少的時間來接受。但是呢說真的，它的雞蛋真的很好很好吃，還有它的雞肉好滑啊，你知道嗎？真的又很好吃，很腍，煮到真的很味道，值得推介。所以呢，如果大家的觀眾朋友未吃過的話呢，下一次的話你在哪裡的話，你們可以試一下吃一下印度人的瓦煲雞飯。
OK， 係咁先啦嚇，各位觀眾朋友，記得多啲支持下我，訂閱、點讚、分享我嘅頻道啦，多啲支持下我啦，記得啊，要訂閱、點讚、分享，俾啲鼓勵下小弟，等我小弟能夠拍得更好嘅片。OK， 多謝曬各位觀眾嘅朋友 ，OK， 拜拜。